公主和兔子有什么故事啊？待会儿想想呗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我不是公主，所以可能只是一个……没事，今天你就是。哎呦我的妈！汉哥现在又沉浸式了，秦心感觉好甜啊，已经在谈恋爱的那种感觉。对对，你来帮我画王冠吧，公主需要你的加冕。我的天，哦，很主动啊。你都画完了？嗯。这么快？嗯。眼神都放电的。画几个宝石，不会画，不会画。哎，我不小心点上去的吗？嗯，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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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行吧。嗯，好看的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渐变的皇冠，刚好。我是做挺漂亮。这个女孩很开心。你去试一下。